接下来这是一首六手联弹哦。这次音乐会孩子们最开心的就是能一起练琴了，相信孩子们也会更喜欢合奏的，让大家看一下他们的成果吧。欢迎许倩蓉、邱纯诗、邱慕涵为我们带来 Midnight Rider。谢谢这组可爱的六手联弹哦。